大家好，我是李子晴，那是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耶、我今天呢有一个很特别的行程，就是我要去录一首励志的歌曲，然后刚刚是去化妆，已经化完了，你们看Yeah, let's go。Hello， 可强。Hi。Hi。Hi， Hello。Hello。Hello。哎，好专业哦。哇，很 professional。配备。对，配备。我有自己专业。写什么呢？配画画。可以配粉色。可是我字很丑哎。多丑，超丑！这个是不是小编写的？不是，那个是可强。可强这么有才华吗？你要写那么小吗？写，我要写多一点。写作文吗？你知道刚刚可强就是这样跟马伟鹏讲说，写展露你的个性的时候到了，马伟鹏你绝对会长篇大论。结果你是这样的人。我吗？我是啊，我一向都很啰嗦的。啰嗦男。你这样子，我只有0.5秒，大家就为了那0.5秒看清楚你要写什么字，然后一直在那边点不到，会不会上 IG， 然后大家放大看不到？不是看不到。干什么东西啊？嗨呢，最近最近都在干嘛？最近哦，对啊，最近就在筹备自己的这个音乐空间办公室，花钱然后就是砸花大钱。哇塞！大家就是没有赚钱的时候，我就决定要花钱。哇，很厉害啊！哪有变瘦了？没有看到吗？你说你吗？有变瘦？因为变很穷。真的有变瘦，我觉得跟上一次我看到你有一点差。不要那么官腔，没关系，我们都是 real for real。那学府嘞？我吗？对啊。哇，有点大力啊！最近都在思考人生啊。我也是哎、欸，对不对？我也是。你不觉得最近就是很适合？很适合思考人生。关在家里然后思考人生吗？没错，就会突然间想到要做什么事情，然后又觉得现在好像不是时候。然后就会、那就再想一下。欢迎来我的音乐空间。哦，对，可以去。大家来，就是比如说你今天要出门要打球，可是你只有一个人，你要出去的时候就下雨啊，好累哦，不想去了。没有，如果有朋友的话，就会大家一起撑着伞去运动。而且最好的事情是，可强会煮饭。有动力。哦、真的假的？你会煮饭？他是念餐饮的，所以开幕的时候去他那边吃一顿，免费的，吃一顿大的。可以耶，可以去耶，可以去吗？真的可以去吗？我们去开箱他的工作室。你要不要介绍一下你是谁？哦，大家好，我是吴飞。台中。你是来自台中？是，对，我台中。你是哪里人？我是台中人。不是啊，哪里？龙井区是吗？龙井超远。我是北屯。哦，你是北屯哦，很远哦。上面的。我朋友超爱你的歌哎。我真的吗？就一直每次都是一直走走走走走跟你这样，有吗？你记得我们有聊天过吗？有，我记得、很久之前，我不知道是谁先开口讲话，忘记了。你上次有去台中爵士音乐节，然后我那时候也在。哦，对啊。对啊，然后我是后来回家也看到你有 po 现实说你在那边，然后我就啊什么，我被他在哪？你认识我？我知道你啊。为什么我不知道你？我今天遇到非常多歌手，然后我来挑战一下，能跟几个人挑战，能跟几个人一起唱歌。来给大家看一个很厉害的人物，噔噔噔噔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许靖淳。我爱吃便当，虾卷好吃哦。你今天又穿蓝色袜子了，没错，被我发现。我说很爱我粉丝，我穿的是长裙。笑死！我穿你的蓝色袜子，蓝色袜子，黄色长裙，黄色长裙，蓝色袜子，黄色长裙，好难听，黄色长裙，很黄的长颈鹿。喵喵喵喵喵！有没有最萌身高差？我168，你几公分？我158。我们差10公分哎！哇塞！哇！
哇哦，画不出来，我真的好矮哦，我是巨人，加油加油！蓝色袜子，红色袜子。等一下是这样子，对，她是我表妹，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哦，我陈水扁是我堂叔。嘿，表白，不要这样。他这你是你姐，你是你表妹我是啊，爸。真的假的？我跟你讲，我真的没有夸张，我们以前都长得超像。你就怎么？等一下他到底是不是李子廷？你在骗我？不是啊，我说我不是李子廷。等一下。对，李子廷有戴牙套，可是你搞不好拆掉了、啊。他现在还在戴。你要不要看他近期的照片、啊？他是李子廷啊，他是李子廷啊。我不是，啊、你最喜欢他唱什么歌？李子廷。哦，黑色柳丁。哦。有没有？哎、欸、呦，我有听的，我真的有听，好不好？我也蛮喜欢他唱那首歌。那你要唱一句。我要唱吗？好。哇。1 2 3。叶子用吹落着迷幻季，明明就他。浑身却没有办法洗。我听过你唱歌，我听得出来，声音听得出来。坏，坏，调皮捣蛋。我最喜欢恶搞别人了。你要看吗？看太 low 了啦。哦，好，不看，不看。好 ，1 2 3。谈爱恨不能潦草，战鼓敲呀敲。用信任立下誓言，我来熬。完蛋，唱错。这缘分像一道桥，轻轻飘呀飘。走天涯，你我写下战袍，梦回长春谣。我是不是唱错词了？还是你唱错了？我们都唱错了。It's okay。耶！我终于跟子廷秀恩上道了。哎、欸，为什么要比爱心？我靠！我刚已经哎、欸、是两个人嘛，跟两个人唱，对不对？啊、yeah. 三个，三个，第三个在这儿，这是我们可爱的雨琦。哎、欸，我以为你把我名字讲错，我不会。很奇怪的一个感觉，就是突然间就是看到很多就是身临之境的一些选手，就终于亲眼见到他们。真的，我也第一次很认真的看到咱们这家很可爱的芝婷妹妹。对，你要唱什么歌呢？你要唱什么歌呢？ It's not about the money, money, money. We're not about money, money, money. We just wanna make the world dance. Forget about the price, eh? And about a change, and about a yeah. Bobbing, wanna make the world dance. Forget about a price, yeah. 哎耶！一气呵成。哎，玩这个哎。猜完啦，金牛五羊。水瓶，水羊，最关心的金牛母羊。你全都说了，只剩一个。水瓶处女哦、喔，处女座哎、欸、不对，猜完了、啊，哎、欸、答案哦、喔，我要公布正解了，我是7月1号巨蟹座，都要抓到5月哦，你是巨蟹座，怎么会搞失踪？我是巨蟹座，巨蟹座会搞失踪，我闺蜜就是巨蟹座，哦真的、啊，她忧郁的时候她真的不会出现，所以你是天秤座，我是天秤座，我是注意力被分掉，我遇到了。Sisterhood， 我遇到了一个 Love on my life。